后世韩生、释迦也、好客、同村徐史常隐于其作。会令集有道士托钵门上，家人投钱即宿，皆不受，亦不去。家人怒，归不顾。韩闻集钵之声甚久，寻之家人，亦请告。言问已，道士进入，韩召之坐。道士向主客皆一举手，即坐，略至严洁，使之其出居村东破庙中。韩曰：“何日期贺东关？”进不闻之，疏缺地主之礼。答曰：“野人心智，无交牛。闻局势挥霍，神愿求隐焉。”韩命举觞，道士能侯隐，徐见其衣服垢弊，颇严简，不甚为礼。韩亦海客遇之，道士亲饮二十余杯，乃辞而去。自师美宴会，道士折至，欲食则食，欲饮则饮。韩亦稍宴其品，饮次，须朝之曰：“道长日为客，您不宜做主。”道士笑曰：“道人与居士等，为双肩成一会耳，实才不能对。”道士曰：“虽然，道人怀陈酒矣，会当竭力做杯水之酬。”饮毕，诸曰：“亦吾幸赐光宠。”次日，降妖同往，移其不赦，行去。道士以后于途，且余且步，以至此门。入门，则用木一心，连隔云脉，大其之曰：“久不至此，创建何时？”道士答：“竣工未久，必入其室，陈设华丽，世家所无。”二人肃然起敬，伏坐，行酒下时，结二八角头，锦衣珠履，酒馔方美，被结丰沫，饭已，另有小径，真果都不可名。注意水晶玉石之气，光照几榻，着以玻璃盏为持许。道士曰：“唤十家姐妹来，同去少时。”二美人入，一细长，如弱柳，一生短，齿翠质，媚脉双绝。道士即使歌以又酒，少者拍板而歌，长者汗以动箫，其身清洗既却。道士玄绝促饮，又命便酌，故问美人酒不舞，少能制否？色有同壶盏垂书于檐下，两女对舞，成衣乱服，相尘四散，乌大酒已化平，二人心旷神飞，不觉熏醉。道士亦不顾客，举杯饮尽，其谓客曰：“孤帆自酌，我稍起，即复来。”即去。南屋陛下设一罗殿之床，女子为师静音，服道士我。道士乃一张着恭请，命少者立床下为之爬骚。二人读此状，火不平，徐乃大呼：“道士不得无礼，往将挠之。”道士急起而遁，见少女游立床下，沉醉拉向北榻，公然引我，是床上美人上棉绣榻，故韩曰：“君何太迂？”韩乃进登南榻，欲与霞榭，而美人睡去，波之不转，因暴雨俱醒。天明，旧梦俱醒，觉怀中冷雾冰人，视之，则抱长使我亲阶下。即是寻，徐尚未醒，见其枕一阿之时，酣寝拜侧中，促起，互相害意，四顾，则一庭荒草，两间破屋而已。